来，谁来下一盘？赢了送一盒烟。啊，一盒呀、哎，看不上，看不上，不下，不是不是、啊。那送一条，来来，送一条我来。送一条不抽烟，哎呀，不要不抽，不抽烟了、哎，我不抽我也要。走，那我就先走。走，先指路。先指路，伏地炮，上市。反正你也赢不了，上马。他说赢不了，中炮，你看好了，上马。是假炮。来，给我出狙。跳马，紧住，紧住，管他咋住！哎，先补给，先补一下中路。我再上马。哎，上象累到出狙啊！出狙中炮，躲开！继续上马。上，啊，现在我出狙。骑兵，嗯，不踩我中兵啊！进狙雄和，进中兵，中兵换掉，不得兵，不得兵换掉。进中兵是个啥意思啊？哎，狙对掉，小对狙啊，将军，踩了。大女中卒，上马，上马，现在咋办？上马踩。先不接，先换炮。进去。还不理我。来。现在吃。打了。停去。这个兵换掉，主炮。哎呀，兵不要了，拱过来，拱过来，拱过来，拱嘛呢？让我白过一个兵啊！这他有啥棋啊？进狙。他跑来吃司马来了。他想跳马。司马来了。他跳马，然后吃马，然后，哎呀，顶住！这都被你发现了。来，公马，公马他吃马，上，我也上马，送给你吃，白送还不吃吗？哎，兵家必争之地，知道吗？兵临县。来，继续上马。还想卧槽卧死我！顶住！皮具。哎呀，马没人看了。你看，你看，没地方上，上去吃。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那只能回来呀、啊。回去了。上。局，哎呀，只能顶住，局走不了，气死我了！再上吗？赶快上我射，赶快上我射，上射！再上吗？我操，我死的！别吓我啊！这我死的，我这都输得我死。将军。出来，能讲什么？平炮。将军，将军也没棋啊！来，狙先给你顶住，吃马。进兵过河。哎呀，那过来拱你炮来了，这拱我炮，求几个吧，拱我求爹吧，糟了，吧糟了，糟了，糟了，先看住，吃马。哎。那得退，那你还想得美啊，那还。那得退不去了。上将，那叫打上一个。现在咋办？发现了，哎，这我就白吃个马。
不然狙给他抽了。平平啊，这没起，会回来。进兵，我这吃炮来。对，吃炮。哎，我这炮有更。躲了，不理你。嘿，拱我事，打我马。嗯。进来。是给你拱了。拱是拱炮。吃了。炮丢掉了。马丢了。哎呀，怎么还是强行打呀？哦，骂打掉那个炮，打了吃我炮。哎，这白吃一个又吃回去了。炮再给你吃，你吃我是啊，回来。平局，找局吃。少这个骂，少这个骂。韩主还将军我下校。是个边卒，我上马他进兵，白过一个兵了，这马不敢上，先进来。进个兵。嗯，来，我进去，我看你的马动不动。上马。来。进兵。哎，好，现在我的马可以上了。来，我平兵。不理你。我也上马。踩我车。将军了。将军，我下士了，没骑。你去吃他。是吗？能吃上吗？他知道那话就不管了。把这个换掉。你把几个弓过去，现在你换。人家抓了谁？怎么是这样？那吃我卒着呢，我不攻，白让他吃了，白让他吃了能行吗？回马，踩你的车。顶住，顶住，顶住！退一步，不能顶，不能顶。那顶不住啊。平兵，向回来。进兵，回马。再攻两步还攻你车呢，没用。再进兵啊！攻我车啊，他也靠不进来嘛，他有啥用？那张飞的车靠得过来。上马。哟，都是车马兵啊！退居。嘿，上卧槽也没用啊！这他过来吃了。那退回这吃。往这跳。对，踩兵，踩兵。那固局人家咋踩兵呢？拱，让他拱。进兵。你拱，我就吃马。吃马呢？能吃上吗？就踩，再吃兵，吃兵，吃兵嘛。吃啥兵啊？拴住！进去！强行靠兵啊！那背不了，我那么上拴着呢。能靠进来吗？能靠进来吗？退局！上！是吗？贼球，给我凑！上上上上！向上向就看住了吗？跳马，上卧槽，上卧槽没用，他看着呢。平局，人看住，人看住，他，嗯，看住，看住。那不吃掉了吗？叫我给他抽掉，抽掉，他再吃我。我上马。他本来就改那个话去了，还要靠兵了。什么？吃吗？将军，
将军下士。来，跳马。哎呀，刮个刮死呢。现在咋办？还有这招啊？把那将军是丢了呀。将军，还是挂脚。挂脚腿你出去了，问题不大。来，再下。问题大了，还不大吗？来，将军。哎呀，进不来，吃掉，吃掉。那兵还是咋的？做啥了？走哪去了？看你往哪走。哎呀，死了。